花莲鲤鱼潭最近出现大量的鱼群死亡，附近居民表示讲，死亡的鱼是号作阿妈鱼的圆吻鲑，毋是在地原生种，有可能无法度适应水质，当年夏天拄着高温的死亡。伫花莲秀芳乡真有名的景点鲤鱼潭，今日岸边看，有真侪死去的鱼冲到岸边。湖面上一点一点白色的也是死去的鱼，数量真多。本来要坐船的游客看到了，拢无想要坐啊。如果有东西漂浮在那边的话，就怕撞到的感觉。还有经过有闻到臭臭的味道，有一点点。我们已经都已经带到底下要坐船了，啊，结果游客看到这个死鱼，不要，他就起来了，因为它有一种味道。就干脆就不要做就好了。在地人讲，这款死去鱼是俗称阿妈鱼的圆吻鲑，不是在地原生种。每年热天只要拄到温度高或者是水位降低，就会大量死亡。这边死亡数量已经上万。轩岚诺台风进来的时候，空气中的气压比较低，那低的结果就是水中的氧气会跑到空气中，那水中的溶氧量也会比较低。那另外就是这段时间水位也是急剧的下降，水中的营养盐会比较高。彰化大厦最近几年也伫鲤鱼潭监测水质，今年确实发现营养盐有较高，造成海草的数量增加和水质有氧化。不过其他鱼大部分拢是维持正常，死的拢是这种阿妈鱼。总管处讲会将这款死的鱼好起来，才袂影响观光。记者综合报道。